近日，杨幂工作室官方微博曝光两张杨幂旧照，并称突然发出几个月之前的日常。照片中，杨幂身穿玫红色上衣，戴着黑色棒球帽，长发披肩，黑框眼镜遮面，穿着红色的拖鞋，坐在地板上单手托腮。素颜的她皮肤白皙，静静地看着远方，文艺范十足。此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工作室也跟着杨幂学坏了，发日常都不发全脸，给工作室鸡腿，文艺蜜回归，日常也这么有范。